来，小心小心，我们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李凯摩登宝岛，他穿着唐装外套，配上潮衣，一出场就是帅。Yeah. 天气还习惯吗？天气还习惯吗？小心后面，后走，后走，快点，后走，不会很冷。到台湾那么多人欢迎你，会不会觉得很兴奋？会啊，很开心啊。快到门口，特别激动，第一次来，又紧张又开心。面对媒体粉丝，他一路亲切微笑。被问到来台湾最想做什么，他马上变傻萌个性。想吃东西。夜市，你会有机会去吗？应该会吧，但是这两天小心呢，小心呢。这只能说台湾的小吃太有魅力了。看到粉丝摔倒，他也紧张的想帮忙，对签名可以说是真的很大方。徐凯这次在台湾会合体秦岚、吴谨言一起为其宣传，届时是否会重现剧中桥段，也令人期待。